哎，我想喝一下你那饮料。这个，嗯，进口的你不能喝。为什么你能喝，我不能喝？进口的饮料哪来的？纸质的。杂志的。哎呦我的妈！姐姐，你看这是什么？哇塞，这么大块冰淇淋！这是我特意为你准备的，我也给你准备了一杯彩色水。看看姐姐什么反应。姐姐你跟我一块吃巧克力呀、今天你挺懂事，我给你做个你没吃过的东西。姐姐给你吃蛋糕，我给你做点小甜点。你书包里面没有笔，全是玩具。这不是吧？这是什么？这不是玩具，它还能是什么？笔。就算它是笔，这个不可能是笔了吧？还是笔。这个冰糕袋不可能是笔了吧？我操！大。我知道，这也是笔。别费事了，这是玩具。啊！爸。姐俩都想吃鱼的时候，三观超正的老爸是这样做的。妈妈，你给我加点鱼。你都那么大了，自己加，这多好加呀，也没有刺儿。咱俩吃不吃？妈，这鱼不也没刺儿吗？你别提有刺儿没刺儿，知道吗？再加点酱。看我。什么？这是什么吗？哎呦我的妈！老二从小就接受军事化管理。哎呦我的妈！我可有姐姐一个啊！苹果在我手里，我说的。你就嘴硬，姐姐来了你还得给一个。我就不给，他来了有什么办法？他敢拿我蛋糕，我必须抓抓抓。啊、姐姐给你这你蛋糕。有草莓味的，还有红豆、红茶、巧克力夹心口味，都是你爱吃的。哇，好多口味呀！赶紧尝一草莓味的，酸酸甜甜，可好吃了。这个包装好可爱，五颜六色的，有春天的感觉。红豆的也不错，有种夏天吃沙冰的感觉。再来个红茶的，这个味道挺惊喜。姐姐，你也来一个，巧克力夹心的也要尝一尝。终于实现糖果自由了，我也要吃。哎呦我的妈！
西都霸占着，我是怎么教你分享的？一看着吃的就忘得一干二净，赶紧给姐姐来一把。你自己吃吧。你太抠了，咱家好吃的有的是，吃完了我再给你拿。你叫不叫？行，都给你，你吃吧。姐姐，咱吃点高配水果捞，再搭配还有这个海苔味的空心脆，嘎嘎香。我就喜欢吃草莓。我不是你喜欢的都得给你，你把草莓头都给吃了，把尾巴给姐姐，你怎么能不吃呢？有你这样分享的吗？我分享的多远多远，你可真懂事儿，你都吃了。姐，咱吃这个王宝卡片奶茶味的，里面有芋泥块、苹果丁还有黄桃丁，可好吃了。妈给你用牛奶泡一下，更好吃。姐姐跟我吃一口，给。哎呦我的妈！哎呦我的妈！我给你吃、啊。每次吃饭不上不放高，评论区粉丝都怎么说你的？你要学会分享，不能自己独吞。胸下聚嗨盘还是我买的呢，我要自己用合适吗？妈妈，吃饭就别生气了，算了吧，我就吃馒头吧。行，我就听你姐，这饺子都给你吃了。Later。吃饱了吗？那也爱吃饱，咱们吃。哎呦我的妈！雨佳，你不能跟姐抢东西了，好吗？好。你是不是得跟姐说对不起？对不起。怎么说？对不起。你为什么喜欢跟姐姐抢东西？姐姐，因为这我抢玩具。啊，为什么？抢玩具的这个，但抢过姐头就姐姐的，不抢东西了。不抢东西了，是吗？嗯。啊，好吧。Ha ha ha!